家好，我是保罗，与您分享美食、旅游、信仰。Let's go！ 本期分享海绵蛋糕。先将面粉120克筛入碗中，取一大碗打入蛋清八个，将油100克倒入锅中加热，将烘焙纸折成烤盘一样尺寸的长方形盒子，然后放入烤盘中，油温升至70热，倒入面粉中，快速搅拌。然后倒入蛋黄，搅拌均匀。再加入牛奶95克，充分搅拌均匀成糊状。与柠檬一汁，将柠檬汁挤入蛋清中，用打蛋器将蛋清搅拌至发泡，取白糖100克，加入1/3，继续搅拌至泡沫细腻，再加入1/3。搅拌至可以画出纹路来，加入剩下的白糖，继续搅拌至定型，可以看见明显的纹路保持住不变。将一半的蛋白霜加入面糊中，轻轻搅拌均匀。然后倒入蛋白霜中，充分搅拌均匀。
倒入烤盘中。蒸两下，排出多余的气泡，烤箱预热至155度，放入烤盘，加上热水，约1厘米，烤至70到90分钟。取出烤盘，将蛋糕取出，移到架子上面，除去烘焙纸，压上一块砧板，翻过来。取掉烘焙纸，然后将烤架放上来，翻过来即可。切出一块来，看非常的细腻漂亮。喜欢就试试吧。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。